就是急诊室的遥控器，可以点这个水，卫生间，打开阴影，关闭阴影，疼痛，阅读灯，音量大小，控制电视的遥控器，菜单，电视关闭，这是急诊室，急诊室等于急诊凌晨2:40吧，血压刚才站着测的，119/90啊，这样的监控的，在这监控一会儿，挂着急诊。